我们在一起有8年多了吧？今年就要开始9年。对，我们是国中同学、啊。同班同学。对，国中同学就我是皮小孩，然后班上都是我是最爱讲话的。那我是班上吊车尾的同学。对对对。对，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国中的时候，功课真的是差到爆炸。那时候没有在一起，那时候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哎、欸，可以邀请吗？我可以问他看看。When the stars make you drool， 排队就可以看一个洞，然后非常值得拍，值得排队。哇，真的超屌！什么超屌？很深，形容词你就看完了，这个好厉害，看完了吗？我对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是练管乐团，然后我是吹长笛，然后他是吹萨克斯风，然后他那时候是刚开始学乐器，然后他表现非常非常突出，他才一进去就马上就被选成学长姐的就是代表，就是比赛的代表，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喜欢他，只是那个时候分不清楚喜欢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这个人呢，他很有才华，很厉害。所以只有才华、欸？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他其实也还蛮可爱的，而且那时候没有那么胖，还蛮帅的。对，现在真的胖。然后隔壁班的女生就跟他告白了，这样。然后他那个时候一天到晚在上课写情书，然后会把情书一直折一直折折折成变成一张小条子。然后呢，上课就一直在传那个纸条。不是，我是要叫，我是要叫人家帮我转给他。哦，对。然后呢，他的铅笔盒的笔就超多，超多颜色的笔，都是会画那种很可爱的。整张信都画满满的一堆。对，然后下课就是去找女生这样。我们现在在梵蒂冈的这个广场这儿，然后终于看到那个名副其实的松果体了。其实我国中的时候就是觉得他还蛮可爱的，就是有好像国三的时候要考试，然后他就跑过来跟我讲说，他真的觉得我应该要去读音乐。然后呢，我非常喜欢美术，我以后万一我去做扛棒的时候，我会帮你做名片。对，他说等你以后，等你以后红了以后，我帮你做名片。对，你明天要发我做案子这样。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概念，那时候开始要接案子。他说的。在他之前我还真的没有名片这种东西。对。我们现在在意大利，天空之城。耶！在天空之城吹一个。其实这应该是在我大概大三还大四的时候吧，想说MSN 很久没有上，然后 MSN 的第一个讯息跳出来就是他传给我讯息，然后我记得你是问我说你是谁？你是谁？哦，对，我要删掉你。对，我就跟他说，我是谁谁谁这样，然后他就说，哦，国中同学这样，哦，记得这样，然后刚好那天当天晚上我要去。河岸留言就是有一个小演出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去看？后来就到晚上，然后我以为只有他会来这样，就没想到还没开始之前，然后他就带了一大票人来，就是国中同学全部都带来了这样。对，然后后来那一天就是当天看到他，就觉得，哎，就是他变得有点成熟的味道，就不像国中以前那种小女孩的感觉，还蛮漂亮，蛮有气质的这样。对，结果其实还好。我们那次开始以后，就我们就 MSN 他们就蛮常聊，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开车，我就跟着他，然后就开去哪到处晃晃啊什么的，看夜景很好笑。有一次我们开车去那个大屯山，然后我就载他想说，哎，这个以前都在妹去那边，那我就载他去那边，殊不知下山的时候，就是我的车子的那个水箱破掉。然后就一路漏水，我都不知道。然后对超大声，然后就快开到城中士林的时候，我车子突然
引擎盖子哇冒大烟，然后前面路完全看不到，那半夜三四点的时候，对对对，然后就我靠，怎么这样子，怎么都丢脸啊，车子出事这样，我还叫他帮我推车，就是你不会帮我推车，我把车推到路边的停车格先停着放。而且其实我之前就是有跟一些男生，就是比较说可能有一些约会什么。没有遇过这么差的车真的超烂，那个车子烂到爆炸。那我不拍了，拜。等等等，笑到是有事吗？不是，没啊，没啊。录了，录了，录了。谁敲的？中间有聊天啊，聊聊，然后跟他聊到说，就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就是一直有很多练习，然后但是最后都没有结果这样。我希望谈感情是可以，就是谈一次就到底这样。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有提出说，不然这样好了，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就直接结婚。然后后来就那一天讨论到这个以后，我们就找了我们国中同学，他国中的一个同班同学的另外一个女生朋友，找他当证人。我们就回到都是到红到国中，然后就跑到篮球场上面，然后那时候晚上大概十一点了，所以我就爬围墙进学校，然后就跑到篮球场那边，然后就拿以前那个烂相机，然后就录说好，那我们现在来录影存证这样，然后就我就在那个篮球场上跟他求婚。他个性是属于比较牡羊座的个性这样子，然后我个性属于比较平和的一点。我吵架的时候，我很就是我会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的脾气其实非常的糟糕，但是只有他会知道，因为我不会在外人面前发脾气。他这个人很奇怪，就是你跟他吵架是吵不动的，就是他很像是一个大海，然后我不管丢了多少石头进去，他都完全不会被我激起来。对，然后我就很想要跟我，然后我每次跟他吵架，我说你就不能跟我吵一下吗？我现在吵架，你不能跟我吵一下吗？我说会伤喉咙。然后就我每次都跟他讲说，反正以后只要我一生气，你就先跟我说对不起就好了。对，然后呢，他只要一生气，对不起，我马上就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所以就其实在家里，其实我才是女生，就是一般传统的女生，然后她就是男生，因为在家里她不煮饭，她也不打扫。其实她的个性是很外向，那我的个性其实算是内向，就是我其实会害羞，然后我会害怕人群，所以像她其实一看她很喜欢去参加一些那种 party， 她都可以跟这些不认识的人，就是可以很自然的跟他们交际啊，或者是聊天干嘛？后来也是因为他这样的个性，然后才把我带得比较外向一点，就是可以跟人聊天，或者可以跟人相处，然后甚至我可以在台上表演这样。对，就很大一部分也都是因为他的个性，才让我比较变得比较开朗。他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安全感。对，因为我觉得我是需要被照顾的。我其实如果说我没有谈感情，而是工作狂。对，然后我是个非常不爱工作的，完全相反。可是我发现他弥补了一个东西，就是他让我有家的感觉，所以我会喜欢开始慢慢回家。以前我是不爱回家的，我一天到晚都在外面跟朋友在一起，就回到家他也会煮一些东西给我，他怕我自己乱吃啊，吃坏身体这样子。所以跟他在一起最大的礼物就是安全感。嗯，我觉得有家的感觉。对，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幼稚的，然后脾气又很暴躁，就是你都会你都会忍受我，可能等我气消了，然后呢再来好好的沟通。对，那我知道这是一个蛮大的牺牲，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没有办法这样做。这是我很感谢你的地方，就是你愿意包容我的个性。未来的话，我们生活就是当然就是可能家里的一些大小事情，我也会尽量去把它做好，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个家的感觉，然后快乐安心的生活这样。不管怎么样啊，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还是会在你旁边。
我以前觉得爱一个人就是要送他礼物，对，然后我发现就是跟他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真的原来爱是可以很感觉的，是可以照顾一个人的心理是稳定的，就是让我真正得到安全感，不用再寻寻觅觅去再找另外一个感情是什么，然后可以让我很放心的去做很多工作。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说其实你才是我的脑袋，因为其实我在工作上面我很有我的方法，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够理性的人，就在工作上啊或者在各方面，就是你用你的脑袋救了我很多次。对，当然我未来也会一直当你永远的观众，看着你表演，然后给你很多的安全感，这个东西我还在练习。那我们时间未来还很长，对，那希望也可以给未来的小孩子有安全感，有个家的感觉，这样子。谢谢你。To make you feel my love